木头脸真的醒了。猴儿才来，怎地要你办个事儿慢慢吞吞，半点也不见利落。你这女妖，把本少爷当跑腿的使唤，还嫌这嫌那。古人说的太对了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香菱，我可没说你，就说他。我估摸着百里公子也该醒了，便让猴儿去买些米粥。公子饿了。什么？死木头！本少爷辛辛苦苦熬的粥，不喝？哟，原来是贤惠猴儿亲自熬的。我说呢，老远就闻着香味儿，客栈里的厨子可不一定做得出这好东西。我不过看他被妖兽打得可怜，才随便做做，没特别花心思。那什么，子曰，苟志于人矣，不恶也。我这叫心胸宽广，不计较他以前那些恶行。完了完了，木头脸被妖兽打坏脑袋了。哎，吵死了，闹什么大惊小怪？真不是我听错？那你再说一遍，什么意思啊？好话不说两遍。气死我也！死木头就是死木头，别指我开出花。可笑死我了，百里公子也变得这么有人情味儿，学会使坏了呢。屠苏哥哥。小的妹妹们性子，来了安陆，瞧着什么都新鲜，一个没留意就不知跑哪里去了。不要香吻，她受了伤。啊，就知道骗不过。实不相瞒，在客栈住下后，公子忽然发热不止，药石往医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是妹妹一直赌气给你，将你体内那股煞气暂且压制，方才慢慢好转。她不眠不休熬了两天夜，实在太醉，今晨刚睡下。你可要好好谢谢人家，不然说不准小命已经没了。人在何处？公子想去见秦雪妹妹。就在林镇的房间，去便去吧，不过总要把粥喝了才是，空着肚子赶跑却是不行的。已经进屋了，去，是百里公子探望秦雪妹妹，猴儿掺和个什么劲儿？我就不能关心一下？切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
是苏苏。嗯，你醒过来了，太好了。是你救的啊？什么救不救的？要没有苏苏，我和其他人早被那头大狼阿呜一口吞了。是苏苏救了大家才对呀。你不疲惫，还是躺下歇息，我先走了。别担心，我身体好着，睡一觉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休息一下。你怎么了？还头疼吗？我是有点怕。什么？本以为我与魔盘之事不过轻描如此之辈，结果却用诸人身处险境危及性命。苏苏，你再这样说自己，我要生气了。已经发生的事没办法再变了，可后来你不是一直努力挽回吗？我想那种煞气在身体里翻腾的感觉一定很痛苦，一定比我小时候被毒虫咬了还痛很多很多，是别人根本想不到的。苏苏连命都不要了再救大家，这样总比出了事情却没法弥补要好吧？又如何，终是因我而起。哎，你太死脑筋了，就算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可再厉害的人也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往身上揽呀。再说要是苏苏这样是不好，那我和你一样不好，一样坏。火是我点的，不也犯了大错？怎能相提并论？还没说完，我还偏心，我做不到完全不偏袒朋友，眼下才会和你讲这些话。假如那一天真的有人被大狼杀了，自己还能不能安心说出这些？幸好大家都没事，都好好的活着，这才最重要，是最好的结果，不对吗？苏苏，不能只看到坏的事情，有好的事情，也应该高兴起来。别闷闷不乐了。你是杀死铁柱冠大郎的英雄，哥哥讲过，英雄就是很了不起的人。你喜欢英雄？只是佩服那些很厉害的人呀。不过只要是我的朋友，不管什么样子我都喜欢。是不是笑了一下？是不是我眼花了？看不出，木头里这家伙跟女孩子能有说有笑。酸死了，何儿嫉妒人家桃花开得旺，便直说。哼，我干嘛嫉妒他？我比他。放蓝少。周师傅，有何贵干？什么鬼干人干的？老子答应借你用一下厨房。可你得收拾干净，结果你小子
把火炉灶台都弄得乱七八糟。我忘了那个。少废话，快过来弄干净了，再敢溜掉，小心老子霹雳大菜刀伺候。好吧，我去。哎，要不是为了个死糊涂，哪忍住这个时候。恒儿忒傻了，怎的做什么都会惹到别人。小灵儿怎么了？这几日似是特别安静，可不比寻常。有什么心事，不如和姐姐说说。我放心，姐姐担保不与别人乱讲。红玉姐姐，我对不起屠苏哥哥。为何这样说？在铁竹观的时候，我好害怕，好害怕。屠苏哥哥从水里走出来，身上都是黑气，眼睛红红的，香菱忽然全身发冷，吓得整个人都动不了了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屠苏哥哥比那只黑色的狼还要可怕，像是会把人撕碎。小灵儿本是妖兽，对危险比人更醒敏锐，会那样害怕并不奇怪。直到现在，小灵看到他还是会怕。也许我根本不配喜欢屠苏哥哥。傻孩子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有什么配不配的？只不过你年纪尚小，什么是真正的喜欢，却还不一定明白。这还有真的假的？小灵是真的很喜欢屠苏哥哥。那小灵儿为何会钟情于百里公子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看到他的模样，听到他的声音，总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这不就像荣爷爷说过的，我爹和我娘那样，命里注定好的。而且屠苏哥哥那么强，小灵觉得被他关心，被他保护，一定是一件好开心的事情。所以说你还是个孩子，别人欺负他。可你最先想到的却不是这个，对吗？若百里公子永远也不回应你，小灵儿还会对他始终如一吗？小灵儿，好好想想吧。无论是人是狼，活一辈子要遇到多少因缘起伏，真心喜欢一个就够了。可是许多时候，你眼下认定的未必是你会携手一生之人。我想你没有很懂，要去想一想。红衣姐姐，谢谢你。与妹妹说完话了，看样子还是妹妹知心。百里公子进屋前与出来后的神采可是全然不同，莫不是说了许多暖人心的提及话？
不逗公子了。红玉呢，也去四处走走，公子醒来不久，还要多歇息才是。